俗话说得好，莫忘初衷。对战组合的公仔何其多，黑糖果偏爱这一组，就是因为这一组黑糖果才有了想要拍公仔影片的想法。这两只架势也是颇惊人啊，尤其是悟空，也就是非常到位啊，而且非常有张力。比克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比克这一只真的是潜力十足啊。其实，不用支架的话，它的喜感真的是满分啊。这一只让黑糖果有了很多恶搞它的摆法。虽然这一组啊，在娃娃机界来说，这一组算是非常菜的菜货，非常可惜，因为要替他们抱不平。这一组明明是可玩性非常高的一组，为什么这一组评价会这么不好呢？可能摆公仔的人没有摆到对的位置。基本上这一组的摆法应该是在跳舞，毕竟比克跟悟空本来就是在天下第一武道会对打嘛。舞蹈大会本来就是要有地板动作，所以摆在地上才是他真正的摆法。许多人都错了，精品玩家呢，如果你没有这一组的话，黑糖果真的建议回头收啊，这一组一定要收啊。而且不用蜘蛛的踢法，被打击的感觉是更有张力的。喜欢黑糖果的朋友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哦。今天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